也就是说呢，将来对，包括这三张图片，包括上面的标题，我们通通都可以去设定它要怎么样进来，或者是怎么样出去。这些东西到时候投影片来的时候，它都可以看要怎么跑进来，还是最后要怎么飞出去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叫做自定动画，我可以自己设定我里面这四样东西，包括这三张图片，包括上面这个标题，我希望它怎么动，哦，这个叫做自定动画。哦，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做一次看看哈。那麻烦同学注意一下，来，像这种有自定动画哈，通常我们就是建议你。你尽量不要用那种自动换片的效果，尽量不要了哈，因为呢，这种会动来动去的哈，更需要人为的操控。啊，无我是甲我来讲，你根本要袂看，还没看清楚里面什么东西，伊就走去啊，听懂吗？你可能还没看清楚里面是什么字，它就换掉了，就换掉了。所以像这种里面的动画呢，你在设定的时候，尤其要小心。所以通常我们会建议同学。你要看情况，如果你觉得会增加效果，你再设定；否则，其实你就是你只要那进熊哪个呵，哦，OK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教你怎么做哦。来，那各位，请你暂停一下动作，我们停在这一张好不好？哎，停在这一张。那么，其实它每一张设定的效果都差不多，方法都差不多哈，哦。我们就以这张做代表。好，啊，麻烦你往上看一下。有没有看到一个按滑鼠换页？你把它打勾，嘿，按滑鼠换页把它打勾，等于是切换回来我们人为的操作了。哎，你较知影吼，它的来龙去脉。啊，无我跟你讲，你还没动到哦，它就换页换掉了。好，啊，底下这个每格这边呐，就把它打勾取消。第一个打勾要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按滑鼠换页，这时候代表呢，它可以停在那边，让我们把动画做完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请你第一个打勾，后面这个哈，每隔几秒自动换页，这个你就先不要打勾了，就不要打勾了哈，不要打勾。OK 哈，好。所以呢，通常我都建议同学假设。你呢？到时候公司是要去展览的，那你呢？如果是设定成每几秒自动换片哈，那我跟你讲，那个投影片里面的动画你就不要设，听懂吗？免得最后你会乱去，我你会乱去啊，该出来的没出来啦，哦啊，不该出来的通通一起都出来了，哦，你也就会乱掉。我是建议你，哦啊，所以呢，像这种。投影片里面的动画，最好是你可以掌控的状况之下再去设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了哈。啊，你按一下全部套用好不好？我们按一下全部套用。嘿，先把它回到我们的手动的方式来。嘿，先回到我们的手动方式哈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开始设定了哈。第一个，你要先去想，我一共有四样东西，我这张投影片有标题，还有三张图片。来，同学，你希望呢？当我这一张投影片跑出来的时候，你希望什么东西最先进来呢？是标题先进来，对，没错。所以既然是标题要先进来，你就先点到标题，点到谁就去设定谁，好，按照顺序，谁要先进来就先点到他，谁要第二个进来。那就是第二个选到它，所以依序这样子。好，同学呢，我们现在选到标题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为了再怎么样，为了比较安全起见，我建议你是把它框点一下，好，把它框点一下，代表是选到整个标题。好了哈，来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可以吗？首先啊，你点到这个框了以后呢，点到这个框代表针对这个标题了以后呢，然后我们要来去做动画。动画的话呢，我看一下，
这边有一个新增效果，右边看一下有没有一个新增效果，有没有？来，你现在点到框了，你右边不见了，右边不见的话呢，你到这边来，有一个自定动画告款点，来注意看一下，右边的画面是不是像我一样收起来了？你到这边来，自定动画点一下，回照出来。好，再次，你点到这个标题的框了没有？好，到右边有没有看到一个新增效果？请你把新增效果按下去。你希望它怎么跑进来，你就按进入。我再强调一次，来，先看我做。你希望它怎么跑进来，你就选进入。你希望它在线，它在原地做什么动作，就按强调。所以强调不是进来，强调是代表在现场做什么动作的意思。再来结束的话呢，是你希望这一张投影片要结束之前，这个标题要怎么样飞出去，听懂吗？我要讲一次，你这三种要选一种。第一个进入，就是这张投影片进来的时候，你希望这个标题是以什么方式进来，进来哦，就叫做进入。强调呢，是这张投影片过来，这张投影片进来的时候，那我这个标题呢在原地做什么效果。所以它不是进来，它是在原地做。比如说它这边有个陀螺转告款点，陀螺转，什么是陀螺转？就是投影片进来的时候，它在原地转一圈给你看，这样懂了哈？那什么叫做结束呢？就是当这一张投影片要结束之前，你希望这个标题飞出去，那这个东西就叫做结束。同学们通常喜欢的是进入跟强调了，因为结束比较不重要了。所以你自己看你要进入呢还是要强调，由你自己来决定，这样懂意思了吗？好比说我就用这个飞入好了，进入里面的飞入，好，我按飞入哦。好，飞入代表它从外面跑进来的意思叫飞入，这样会了吗？好，好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注意，因为我选的是飞入，是飞进来的。好，那飞进来的时候呢，好，飞进来的时候呢，底下还有方向可以让你选哦。来，各位你看一下黑板，有没有？当我选了刚刚这个飞入的时候呢，那这个时候呢，它底下就会有一个叫做方向让我选，我就选，比如说从左边飞入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是要从右边飞入？好，这个都是我可以自己呢再进一步的去怎么样去做设定的。好，我就选自下，从下面飞入的意思。速度你可以调整一下，速度可以调整一下，比如说我让它呢以比较慢的速度进来，有没有？你看，伊就慢慢仔起来呀，吼，伊就慢慢仔起来呀。速度你会当家己准一下，吼，速度你可以准一下，嘿。好，再来，请注意，他要什么时候做？请注意听，我刚刚说过，当这一张投影片出来的时候。当这一张投影片出来的时候，它就从底下跑上去。我再讲一次，当这一张投影片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标题就从底下自己跑上来，这样叫做与前接续前动画，还是以前动画同时？我看看，等一下，我确认，我要测试一下。好，有了，对，没错，这个叫做接续前动画，与前动画同时啦，与前动画同时。我再讲一次，同学，如果是按一下呢，我做给你看，如果你这边是按一下哦，它什么时候才会开始，什么时候才会跑上来呢？假设你这边是选按一下，那你注意看，我只有你看哈，然后只有你看，
当我进到下一张投影片的时候，它有没有飞上来？没有，那就代表我的滑鼠按几下？对，你不要不去按人家口袋，很牛装过人家口袋，就是等一个标题跑出来。所以如果你万一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就滑鼠去点一下看看，你的造出来啊。所以代表你当初在设定这边的时候出了问题。所以记住，你呢，如果希望我这一张投影片一进来，这个标题就自动跑上来，那就要请各位选这个与前动画同时。与前动画的意思就是，当前面那一张投影片转过来我这一张的时候，我就顺便接着把我的这个标题跑上来的意思。好，我再做一次哈，给各位看一下。我先回到前一张。好，来同学，这是不是前一张投影片？它的前一张嘛。当我换到下一张的时候，它就自动跑上来，听懂吗？好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它的设定，啊，同学我跟你讲啦，你这不用背啦。为什么不用背？因为你设定不好，你的效果就没跑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就自动你要去调整这边就对了啦。它只有这三个嘛，总会有一个是你要的效果，总会有一个是你要的，你懂这意思吗？有没有看到与前动画同时？好，我再讲一次，同学来请看。你不管设定，你先选新增效果嘛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哦。来，我现在设定这张图片给你看啊。我现在设定这一张给你看哦。我要先这张我已经设好了，第一个设好了就不管了，我设这一张。来，请注意看我怎么做。它的程序是这样，我希望接下来第二张是这张小狗跑出来，我就选到它，这是我第二个要动的。好，我第二个要动的，我现在选到它了哦。选到它之后，先选到物件，接下来新增效果，你先要有效果啊。没有效果的话呢，其他的设定就是多的啊，都用不到啊。所以你要先选效果。好，我希望这只狗的图片怎么样进来呢？我就选飞入哦，进入。这一次的话呢，我一样呢是选飞入好了哦，因为它跟第一个比较类似哦，你比较不会觉得那么陌生哦。我选飞入。好，那各位请看，有了哦，有效果了哦。有效果了以后，接下来才会有衍生下面的设定嘛。第一个，它是飞入，对不对？既然是飞入，你希望它从哪个方向飞进来呢？我们先选方向嘛。好，来你看，我希望它从右边飞进来好了。所以呢，我方向这里我就选自右，从右边的意思。不，它是飞过来了。好，那飞过来之后呢，接下来你们去选它的速度嘛。你希望它飞快一点呢，还是差不多就好，还是慢慢的飞嘛？有没有看到？爱的慢慢啊，慢慢啊，慢慢的过来。所以这是速度的问题。所以这两个先设嘛。最后呢，你去想，那我这只狗是要自动跑出来吗？还是我点一下再出来呢？如果我希望点一下，滑鼠点一下，它才出来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对。那如果你希望说，我这个标题上来的同时，它也顺便跟着飞出来，那要选哪一个？对，很好，与前动画同时，这样懂了哈？好，各位可以毕业了啊、哦，开玩笑的。那请问，我的标题就定位之后，它才跑出来，那个叫什么？对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样会了吗？好、哦，所以呢，我现在选接续前动画，接续前动画哦。好，到这边我们测试给各位看哦，我们预览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它先出来，它才跑出来，所以我狗的这张是设定什么？接续前动画，前面的动画是哪一个？它的前一个动画是谁？标题嘛，所以它跑完了，它才出来嘛。那假设我希望它是一起的，那就选与前动画同时。你看哦，我预览给各位看一下，我预览一下，你看它在跑，它也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这叫做什么？与前动画。
同时。什么叫同时？你在动，啊，我也在动，听懂了哈？这样这三个意义会了吗？这三个含义，这三个含义你都了解了，那你在设定动画的时候，你就比较清楚它到底什么时候要进来，是要跟着前面它前面在一起进来，我一起进来吗？还是它停了，它就定位了，我再跑出来？那这就是这个意思，接续前动画。好，它停了，我才跑出来，叫接续前动画，这样会了哈。好，所以各位呢，我现在这样讲，以后各位一定忘记了啦。反正呢，就只有三种选择嘛，总是会有一种是你要的嘛，这样懂了哈。当然寡不会赶快嘛，你就试试试，试到会一种试是你要的。好，所以 OK， 那我们现在交给各位，请你把这里面这三张图跟这个标题，请你把动画设一下。至于要设定成什么样的动画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好，重点你要先想好，我这要怎么动，这要怎么动，这要怎么动，谁先动，谁后动。你想好了以后，等于是一个剧本。你想好了剧本以后，再想办法把它设定成像你的剧本这样子跑。好，所以你先想清楚，你想好了剧本以后，你再依着一步一步去设定，怎么样设定成如你的剧本所写的这样，哦，这样就成功了。好，我们顺便休息5分钟。好，1个小时到，顺便休息一下。